9岁女孩子乳房发育正常吗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万露，西安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。9岁女孩乳房开始发育，确实有些偏早，但是它还不属于性早熟。我们知道，女孩她的发育年龄一般是在10到12岁，男孩子是在12到14岁。我们诊断性早熟，它一般是在8岁之前就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。除了乳房发育，还会包括阴毛、外生殖器、月经初潮等这一系列的表现。如果孩子只是一个单纯的乳房早发育，家长不用做太多的干预和治疗，只要在饮食上进行一些注意，不要给孩子吃过多的反季节的水果，还有油炸食品，像巧克力这一类的高脂肪的食品，因为这一类食品是容易引起孩子的一个早熟。